夫近日大方热爱楚香，25日出席美丽人生的杀青宴时，谈到两人恋爱的事情，他忍不住露出幸福的笑容，并表示其实两人一开始不打算公开，因为担心闲言闲语会影响到生活，双方的共识是希望能够低调就低调，其中一点也是担心他的经济上没有自己好，别人会被误会吃软饭。对此英夫也强调自己一直都不是很在意钱，楚香也有工作与收入，拍了不少八点档，再加上自己有经济能力，对方不用靠他养就好，自己的爸妈都见过对方，也认为楚香是个好男生呢。消息一出让不少粉丝都直呼太恭喜啦。Bye.